干什么？我能请吃个晚饭吗？我要跟你分手。咱每个人开自己的饮料，谁要中奖了，谁就去泡那个妞，怎么样？一二三，开！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哇！再来一瓶。你这个笨蛋，难道你不知道七喜的中奖率高达27%吗？你看，中了。